告诉你们哦，我妈妈都是怎么忽悠我吃东西的。吃苹果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吃枣，每天三个枣，八十不显老。吃萝卜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喝牛奶，睡前一杯奶，做梦更精彩。吃鸡蛋，早餐一个蛋，身材才好看。多喝水，一天两壶水，美得像个鬼。